今天收到养殖户的电话，说他家的柯基金毛已经可以往外出了，还有拉布拉多。刚进来就看到这个大姨在这个，我的天哪，这干啥？大锅菜呀！我的天哪！哦，这是给小狗准备的鸭子肉是吧？小狗的食物，全是这个鸭子的鸭胸肉。走吧，咱们进去看看小狗仔。狗狗还是蛮多的啊，大概养了一两百条，成年犬，幼犬不多，幼犬可能有个二三十条。这是一只双血统的金毛，生了一窝这个小金毛，可以看一看啊，好肥呀、啊！我看看在哪边方便拍摄。不方便看呀，我的天哪，能抱出来吧，抱出来几个看一看，抱出来两个胖的肥的双血统，抱外面看一看吧，这家伙太肥了，我管，我以为他拿着棍子来打我嘞，我的天哪。走，出门吧，出去看一看。哎，这边已经抱出来了，这旁边还有小羊，我的天哪，看双血统大头版的金毛，我的天哪，双血统，毛虽然粘在一起了，有点湿啊，但是依然挡不住它高颜值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家伙要是洗剪吹之后太漂亮了，身上的毛粘在一起了，是吃东西弄的，这倒无所谓。你看这嘴巴，主要是看这颜值，嘴巴、肤白是吧？啊，还有骨架，三指宽。非常的漂亮，像这只金毛，哎呦，是真不错，双血统。你看这精神头，鼻子的湿润度相当不错啊。这家里边还有一窝柯基，还有一个拉布拉多，是吧？那我进去看一看。来，这边看一看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牛，这么牛的拉布拉多，好漂亮呀，神犬小七。我的天哪，这一只怎么掉眼掉的这么夸张，这一只都这正儿八经的猪拉了，它已经不是这个普通的拉布拉多，普通的是这种精短干练、五粗翘嘴。你看这一个，它是猪拉，它已经不是普通的拉布拉多了。你看它的嘴比这个还要宽上一倍，感觉。这有一个三色的小柯基，很漂亮啊。难道就这一只吗，柯基啊？三通大围脖，品相全到位啊！我的天哪，可以啊，非常的好看。当然不只是他自己啊，咱们来往这边来看，这边还有一窝双色的小柯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是大家伙，去，起来，预备，大国王的赶赶，你看一看，打开看一看。哟，这么多，有的开脸，有的没开脸，你看，还有一只黑脸的，你看，那一只好有喜感，这一只漂亮，这一只是这个正开脸，净脸的啊，看看有没有围脖，是大围脖是吧？你把它抱出来看一看，这一只这里面这一群里面那一只最漂亮，这边的吧就有点，你看，要么没开脸。要么脖子有点差，虽然没有三通，你看这一只，看，虽然没有三通，但是其余的都是各个方面都到位啊，正开脸，大围脖，非常的漂亮，大屁股。其实柯基看花色还是一方面，一定要看它的腿短不短、粗不粗，这个更为重要，看它的屁股大不大、肥不肥。先放里面吧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拉布拉多太漂亮太嚣张了，这还有一个三色的，这还有一只三色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你们还想看什么狗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啊，记得收藏加关注哦，不然以后就看不到这么多可爱的小狗狗了。